刷微博，然后在首页看到了我朋友转发了一条微博，然后就跟着转发了一条微博，没想到后面就中了盒马的那1.4万个鸡蛋，当时就很激动，然后很震惊。然后我和我的家人还邀请了我的朋友一起吃了一个鸡蛋宴，就是一桌子全是鸡蛋做的菜。关于那10000个鸡蛋，会在9月份开学之后会把那10000个鸡蛋送到贫困小学，然后会承包几百个孩子9月份一个月的蛋。身边朋友也有就喊我锦鲤什么的，然后我想着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这份好运，然后大家一起变得锦鲤一起哦。